料可以饮下。我们今天来的呢是大坑的雪花步道，现在在这里是地震公园。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因为我自己夸下海口，以为自己能够爬山，然后我把整个公司的人都拖过来了，整个公司的人都把我拖来了。不要跳，靠背啊！走开，我讨厌你。摄影师很害怕。有没有录到？老师说我很棒。阿北，你每天都会来这里跳舞吗？运动，运动，我们是什么功？十七式气功，对呀、啊。很厉害哦！你可以打一段吗？对呀。还有战斗功，最后是战斗功。战什么功？战斗功。战斗功。对，战斗功，战斗功。哦。哎，出技术了。好，谢谢阿贝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就大哥了，阿贝。大哥，大哥，拍谁？拍谁？大哥，大哥，我们现在开始要往上爬了。你搞吗？这是超大奶鸡吗？对啊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奶鸡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超大。啊，里面籽籽会不会也超大？没有籽。没有纸，然后超大，啊，这样怎么卖？一斤250。等下下山来找你好了。好，拜拜。你好，你肚子很痒吗？连毛笔都可以买。我们你去买喝的东西。现在在等我的咖啡好，但是很不幸的没有冰的咖啡，只剩下热的鸡蛋糕。你来登山的理由是什么？是你们说这边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我才觉得真的可以来。如果纯爬山，你不会出现的。我不会。待那么久还看不到登山口。不行啊，不吃东西没办法爬。哎，你看这一路上那么多诱惑，我要怎么不吃啊？今天不是拍爬山周记，今天拍的是美食周记。好，走走走。这个狗尾草是很擅长，不是很擅长散热退火吧？这个煮汤超好喝。然后我本来想要访问这个，可是人不在，没办法，这不能现吃。那可以现吃，超香。好了，走，不要装变态。阿北，你主要是在卖什么？你上礼拜上电视哦，内湖那个公共电视的那里啊。所以你会讲客家话？对啊。那你可以跟我讲客家话吗？你也会啊？我不会。哦啊，你过把了。什么叫我嘎？你可以对镜头说一句你好吗？你好。安之 C 什么？阿贝，安之 C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找了多久了？现在表定时间7:40，你在入口大概还迟到，还有吃一堆有的没的，总共花了。不要讲迟到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登山口，你看它明明就是主打这个东西啊，它不能怪我说一直吃啊，因为它是四级耶。这一关好漂亮，我要在这里拍一张美照。我们现在找到一位路边的阿波。阿波是我吗？阿波是你啊！礼拜六早上8点来这里爬山的心情是什么？对啊，跟我们老板。啊你嘞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没差。哎，我找到一个迟到的理由了。你没有化妆，我有哎。已经没办法说话了，我跟阿飞跳舞跳得太开心，早知道不要跟他跳舞了。我不行，我要在这里等你们哦。好了，我爬，走啦，走啦。其实风景还蛮漂亮的，你看拿着咖啡不是应该是都市名媛该做的事情吗？为什么在这里爬山？为什么在这里爬山？我很难，这你们应该知道，边走路边讲话更累吧，所以可以不讲话吧。我走到这里了，才想到要喷防蚊液，帮你喷一下。
这边卖太阳眼镜，还卖茶壶，两杆沙，我真的很需要。我们可以摸它吗？还是不要好？等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没有注意的话，可能就死掉了。要死啊！在山上这边呢，有一个可以叫休息的地方，我想要直接进去坐下，我不想要走到挂在梯里面了。这里是九号步道了，我们大概走到三分之一处，然后在这里可以停下来看一下风景。看完风景以后就要赶快上路咯，不然太阳就要越来越大了。是这样吗？有种就这样扭到绳子啊！扭到绳子，对呀。别去虐待伤害动物，大家要爱护动物，然后不要随意弃养。他在卖玉米，然后在旁边啃玉米，快哥买玉米。走不完的路，走不完，蝉的声音都比我大。歪掉了啦！歪掉了，嗨！转过去就可以爬楼梯，就可以到达观音亭。观音亭以后就可以坐下来，然后接下来轮椅坐下来。还有一段，人变香香。哎，你看上面都是那个哎，奶鸡哎，帮我剪个树枝，帮我下，没有人要帮我吗？连巴拿鸡的力气都没有，我要打给北屯分局。不行，转过来啦哦！我们今天终于到了一半了，接下来的路应该没有那么难走，所以加油！什么？没事，接下来很难走是不是？好难过、哦。我已经遵照镜子。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其实我真的长得还蛮漂亮的，如果真的在摄影机上面都很丑的话，那是剪辑师恨我。代表说我们这整趟路程已经到了尾声，可是后来想想好像不对，因为我们到了尾声之后上去还要再走下来，所以这是假尾声。走，是啊，我肚子饿了耶，啊，不动了。这边啊，是假指标，现在到了全长 1.6， 然后我们到了 1.2 的地方，大家都在这边休息。我看到一个很有型的阿伯。我们下楼梯了，这是老鹰。真的有人在飘在上面。那边吗？就是上面的。有老鹰。头上快要到山的终点观音亭了，我现在稍微休息一下，因为体力太差。走啊！阿妹加油！嗯，还加油！我要追过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会跑在你前面。好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我在路上遇到阿妹跟我旋转，阿妹。有。我放弃，你先走。平常都会来这里爬山吗？没有，假日只有假日才会。是。那我也要只要我爬冰吧。为什么你想要上来爬山？这么累。老人家不运动的话不行啊。大哥，你好像都不会怕镜头啊。对，我很害羞呢，蛮内向的呢。没有啊，镜头你都你对镜头说你很害羞，很内向。我很害羞，我很内向。你还真的讲。终于到了观音亭，我走，这个是观音亭，
边就可以看到有超级多人。来，我们挑战者。钓完刚刚要回城，没有吃过你就后悔了，要后悔喽。我们现在看到有一摊芝华糖，我们两个人吃一个。接近下山，刷到路口了，我才想到忘记擦防晒了。我们到了当初的登山口，漂亮好吃的笋摊，你也很漂亮。美女老板，哎呀，大家都这么客气，美女集合都没人过来。谢谢你，我的短餐机。那你要让我露营呢、哦？露营要花钱嘞，比你喝珍珠奶茶还要好喝。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鸡鸭子，来来。好了好了，邀请我。我的脚棒。没有店名，还有 logo 在这边。饮奶生气。好。好不好喝？谢谢，好喝。好喝哈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这次爬山的任务呢，算是圆满完成吧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加订阅。其实九号步道应该算是真的很好爬，只是我自己个人太少运动了，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晃晃，所有东西都可以买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hree, two, one。你开始了吗？对，开始。谁住最近？还有在上班哦。我。谁最慢到？我啦。给我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在这里上公共社会道歉。我不知道我跟工作社会道什么歉的。这里是九号步道中间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看风景的地方，然后我不知道到底可以看到哪里去，等一下重来，这个不要用。算是圆满的完成任务吧，吃了很多东西，我已经累了快要崩溃了。System shut down.